韩国 CJENM 今天宣布，今年的 Mnet Asian Music Awards 将于12月4日在日本名古屋巨蛋运动场举行。妈妈组委会表示，虽然日韩两国最近发生了种种矛盾，但组委会认为民间文化交流不能因为政治问题而中断，因此最终决定了在名古屋巨蛋运动场举行今年的妈妈。妈妈组委会表示，将在名古屋巨蛋举行2019妈妈，将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妈妈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